你是没有表明心意，你要跟他说清楚，你真的要跟他说清楚。加油，你要跟他说清楚。我怕我会伤害到张曼，我也不想伤害张雨绮。你为什么会伤害张曼？你喜欢他跟张曼喜欢他又不相干。你只是说清楚你自己的心意。现在就是摆明了他们两个互相有好感，我再去掺一脚，我觉得我不好这样。我觉得你表现的一点都不明显，也许牛超真的不知道。哎，就算牛超真的要拒绝，也不是，你也得亲口听他说个拒绝。不知道他会不会拒绝我，是我要不要找他说呀？要，你要，他都不清楚你的心意，我陪你去找他。我觉得不是对的时候，这个时间点太急了，不对，不要现在去说，真的。当当当当！你真的很可爱耶。这个时候不要去，千万不要，没用的。啊，天哪，还真的去了。加油！不要去，不要去。不要去。哦。哎呀，我真的，太好了，好险，好险，别去，是对的。那个一帆，啊，你咋了？我在等子睿。他咋了？郭子睿咋了？啊？哎，我的妈呀！